家的普通话进步都很大啊。现在认识了，现在也在好好的学习。弟弟有没有在好好学习？嗯，啊，要继续加油哦，啊，永学习永无止境啊，学习永无止境啊。挺好的，嗯，哎，那个我，那你们拿着摄像机，我要问几个问题啊。嗯，可以啊。我问一下，真真，那个问一下问题啊。嗯，我们之前也问过的啊。你要看着那边，看着那边，看着那边。嗯，你是哪个省的？不是妈妈省。我要承担当时摄影师的角色啊。嗯、四川省甘孜州理塘县啊。格聂镇然日卡村，嗯、好，那个咱们这个是家乡啊。然后第二个，你有几个兄弟姐妹啊？有一个弟弟，弟弟在哪？弟弟为什么那么害羞啊？不要那么害羞，不要那么害羞，平常害羞什么、啊？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当时有一个动作是很多的网友们特别喜欢的啊，就是拿那个藏袍把脸遮住，还有印象吗？只记得是拿哪个藏袍？是这样，是当时好像是这样的，是这样。看一下他们，看一下他们，来来来，看那边，来。有一个是这样的，一个是应该是这样的，我也不记得了。舅舅有印象吗？舅舅记得到吗？记得到啊。哦，还有一个，当时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喝水，当时你是喝水是怎么喝的？喝水是这样喝的。这没什么好特别的，好不好？我不知道为什么。没事没事没事，咱们喝的水挺多的啊，我也喝一下啊。嗯，舅舅弟弟喝水。先喝水，先喝水。那你可以。来，碰个杯吧，好吗？来，扎西，扎西德勒，辛苦了啊！一年辛苦了，辛苦了。辛苦大家了。嗯，辛苦大家了。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刚才我们一起还原了咱们的，这以前的一些名场面啊。嗯。舅舅有什么话想对丁丁说？没事，你说藏语，今天翻译过来都没问题。是吧？你对他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愿想法对他说的？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因为一年了。弟。没事，你随便说，你随便说。嗯，随便说。随便说。舅舅有点操心。有点操心。没事，他再操心没有我操心。你看，我但是我是更多的事情操心，我头发掉没有。有什么话你随便说。舅舅的人也很火。那你希望丁真以后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期望、愿望那些对他的？嗯，你就不害羞，不害羞，我才不跟他。弟弟翻译，你说吗？你走神了啊！说的是什么？嗯，他说的是什么？姐姐是咱姨妈。嗯。行，他是希望弟弟能够以后带着我们的家乡，咱们理塘、甘孜州、四川，能够越来越好啊！大家都越来越好啊！是这样的一个很朴素的一个愿望。你对自己有什么愿望吗？希望你明年自己的怎么样啊？嗯，也是希望越来越好，是吧？那对于咱们的网友们，你们有什么网友们有什么样的一些祝福对他们？对他们的祝福，对咱们所有在这里，现在咱们有几万个朋友在这里，三万有什么有多少？大家都越来越好。大家都越来越好。大家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啊！开开心心，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最主要的是
健康。开心，开心，开心，开心。最近最重要的是行行。我们现在的话就是那个，他们大家觉得我们刚才的那个场面还原的好不好？还原的好的话，就说还原好三个字啊，还原好啊。还原好。大家都越来越好啊。谢谢你们。我看说，大家有，咱们声音听得到吧？应该。谢谢啊，拍。看一下，我看哦，还原好，还原好 ，OK OK， 好的好的，谢谢大家，啊，他们说还原的好，还原的好 ，OK，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现在的话我们就开始，大家还想看什么样的还原的场面，可以打在那个公屏上，我们看今天有没有条件满足大家的愿望。舅舅不要紧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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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大家还有什么愿意还原的场面啊？觉得可以？吃葡萄，葡萄，葡萄，吃葡萄，吃葡萄，不吃葡萄，吃葡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吐葡萄皮，哈哈哈哈哈，吃不吐葡萄皮，吃不吐葡萄皮，对哈，吃不吐葡萄皮，哈哈哈哈哈，说的好，这样子，那他们都在什么？叫什么？叫姐姐？姐姐们好，不是他们公屏上是。为什么一定要当姐姐呢？好好好，谢谢啊，谢谢大家。我看还有什么大家有叫姐姐啊？可姐姐刚才已经叫过了啊。叫了，叫了，叫了啊。还有什么？还有哈哈哈哈哈哈算什么啊？还有一打。啊，一起笑吗？哈哈哈哈哈哈！我这算什么礼物？奇怪啊！还有唱歌说的，唱什么歌？唱什么歌？唱什么歌呢？唱一个，我看一下，他们有什么什么什么？开心？对对对，你看一下他们在说，他们说，看一下。吃个饼干，舅舅什么还有什么？舅舅吃个苹果，吃个苹果，谢谢。一直勤着点缀，他们说，勤着点缀，一起唱吧，你们一起唱，我们一起这么做，嗯，来，酝酿一下啊，先我来。来，谁起头？应该你起头吧，咱们一起唱。先大家等一下，舅舅他说他臭了，知道吗？是舅舅的秘密。先你唱完就我们一起唱嘛。对对对，大家那个舅舅要把苹果慢慢的好吃。苹果吃完，苹果好好的吃一下啊。然后舅舅也不操心的，多唱一下。好吃吗，舅舅？好吃。我觉得挺好吃的，搞得我好像我也想吃一个。啊，我在这吃，你们就唱吧，就不要管我了。那我不会唱的，喝个水，喝个水，然后轻松点，然后唱。你呀。
的生的嘎嘎呀大爷切切人难多比呀大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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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大这首歌大家都很有印象啊，都好像大家都对这首歌都特别的了解啊，都特别的了解。嗯，哎，我们再来那个有一个还原的一个场面是买东西，你还记得吗？3块钱的袜子，记得。你跟舅舅一起来一次，感觉可以、啊。跟舅舅来一次，你来卖袜子还是买袜子？他来买吗？还是你来卖？你舅舅是舅舅买是吧？舅舅是卖的还是买的？舅舅是当老板。当老板哦，你来买。好的，那买什么东西？买袜子，好不好？嗯，好的。然后，不是，然后换了一个。嗯，他在卖泡面。泡面。哦，泡面好，泡面好啊。好的，来开始，开始你们两个表演。舅舅，你本来也在卖泡面嘛，就直接开始了。你生活在线。老板你好。你好。你们家有泡面吗？有。有什么味道？花椒、麻辣都有。我要个酸菜。一份多少钱？3元，3块钱。这么便宜吗？一分的。2块5就可以吗？可以啊。就是你要赔本的，2元5你要赔本了，你这个赚不到钱啊！你们，来，那我难搞了，好的，结束了这样。就我觉得舅舅你太没有挑战性了，你应该卖5块钱，我跟你说，你来，我来帮老板，你来买。对对对对，我们来试一下。你好。你好。有没有泡面？有没有泡面？有。有那个。你需要什么？泡椒、红烧、麻辣、酸菜。好的，我要三层。多少钱？6块钱。哇，这么贵的。对。3块钱吗？不行，不行，我从李东道拿过来这里，算一下车费、油费，我都还要6块，我还亏一点点，6块亏了，对，亏了。那少一点嘛，少一点。我现在给你说的是6块，本来就我方面就8块。他给你人情价6块，来8块钱。对，对，他很好。就是这么贵的话，便宜一点。那个不是2块钱。这么贵的话，便宜一点，就是1块钱。1块钱，我给你一个泡泡糖。好的。你们两兄弟太吓人了，1块钱的泡面我也没吃到过，没吃到过，没吃到过啊。没事儿，舅舅，下次我到你那儿去买泡面啊，我绝对按你自己给的价格买。嗯。哈哈哈哈哈哈！老师，那也可以说。老师，你别忘，舅舅说的是3块钱。3块钱啊！你别忘。2块5。2块5可以拿走。你是买1箱还是买1包？嗯，买1包，1包泡面，还是1箱？1桶啊？不是一通的好多钱？一通的多少钱？一通的5块钱。5块钱。哎，你刚刚说
高个子那个那个。不是，他那是高高的，高高的，通通的。嗯。哦，我们也通他的，没瞅到的那个吗？嗯。他也那，对，他高高的有多少？多需要多少斤？高高的那个3块的。可以。那通通的。2块不行。不可以，不行。为什么？价钱太贵了。你卖吗？我觉得。你卖吗？不卖的话，加钱4块钱。可以，我给一块五。不行，5块。一块。5块。5就行。8块。5毛钱。10块。1毛钱。100。一个往天上走，一个往地上走。哎呦，这个价格真的是哎呀，啊，太麻烦了，真的是。哎，今天我们这个还原了一些咱们当时的一些场景啊，咱们也祝舅舅生意兴隆啊，人挣大钱啊，生意兴隆啊。然后我们一起来再给大家唱一首。咱们的《洁白的仙鹤》这首歌，好不好？对，下节选他吧。好，好的。来，今天你来。行。一，夏季中看木，秀珍啊呀当。好，我们开始慢慢的进入咱们的下一个环节。下一个环节是咱们有很多以前你的一些瞬间，可以吗？好吧，那我们就舅舅他们先下去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一起来看看咱们的以前你的一些美好的瞬间。等会儿见。好，先去把牛肉烤好啊，等会儿我们把牛肉烤熟了啊。烤熟了，烤焦了。嗯，烤焦了再烤。来来来，那个，来。啊，我们的一些精彩的瞬间。哦，看到这边，这边。对，嗯。哎呀，你看，来要截屏了，截屏啊！我这是每次都衬托他的脸比较小一点，啊、哦，好，因为我也买不到口罩，就是，那现在还好一点，能包，就是口罩小了，刚起来的，口罩小，非常紧，所以说就买不到好的口罩啊。怎么有点搞笑的？刚刚舅舅吃了个苹果啊，就吃了个苹果，你喜欢吃苹果吗？我喜欢吃。西瓜，西瓜，还有草莓，草莓，苹果也很行，苹果也行。他们说，以前有一个说法叫“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就是今天吃一个苹果的话就不生病，这个这样说。但是不一定啊，可能是有不一定啊。所以说什么都要吃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营养啊，注意自己的营养，要好好的吃饭，咱们可以慢慢的可以看到咱们。桌上越来越多的咱们的一些越来越多的照片，工作越来越多的工作，不是工作啊，今天我们是来回忆一下啊。其实这一年真的辛苦了，对，马上我们一个一个的来可以回忆一下好不好。我们先从我看一下，我先从第一个跟大家，先从下面的，对，最上面，
第一个，可以了，第一个，你把取过来，看一下。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哎呀，那觉得这个照片是？这张照片是什么？猜一下，大家猜一下，这张照片是什么？我看一下啊，太远了，太低了，什么？你们在想什么啊？真的是。然后丁丁这一年，飞速成长。你们觉得这是什么？这一张是讲的什么？来，高哥，你过来一下吗？镜子里面我们慌不住是吧？没事，我是显得年小。来，看到了吗？我不是看到了吗？他猜到了吗？不是，我看一下。猜到了吗？猜到了吗？我看一下。入职照，不是入职照。丁真的世界，不是那个。超话头像，超话头像是什么？不是啊。选三次。走红的照片是，什么？不是走红的照片啊，是，啊，对对对，对对对对，猜对了。这张啊，对，这张，大家看一下，这张大家都应该猜出来了吧？这个呢是在去年的，是不是他们看到呀？对，他们看得到，他们看，你看在这儿，你看，不是。去年的11月11号，咱们丁真当时，咱们摄影师啊，咱们波哥当时拍你的时候，咱们的当时的一个这样一个状态啊，展现给大家啊。对，大家喜欢吗？大家喜欢吗？啊？好好看是吧？好好看，谢谢，谢谢啊，谢谢。然后我们开始这个。这张你有印象是吧？很有印象是吧？跟这件衣服，他们说红色这个衣服还挺好看的，还有这个衣服也挺好看的。对，对我也是11号的时候刷到这个视频的。你是什么时候刷到这个视频？第一次。我第一次剪辑时候没有看到。剪辑的时候你就看到了是吧？你自己觉得好看吗？第一张。自己觉得。还行啊，好的好的好的，好好，我们现在开始看，第二张是那边那个，我们取过来吧，就那个，对对对，从这个横着我们取过来，哎，什么？猜一下，大家猜一下这张又是什么啊？幸好你取的那个地方镜头看不到，不然他们都猜到了啊。那个第二张是什么？第二张是什么？选一下。他们说这个苹果很抢镜啊，你们就知道吃啊，都是跟我一样吃货啊。然后那个，来来来，吃苹果，吃个苹果。对了，对，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啊，就像吃苹果啊。他们有的认为是入职的照片，我们干脆给他们看一下到底是什么照片，大家能不能猜出来是在什么地方照的？是什么时候？对，只留个一半。只留一半啊，已经给你们提示了啊，友情提示了啊，看你们能不能猜出来。哎，对，你看，打乌朵不是打乌朵啊，妈妈生的啊，不是那一次啊，围巾，围巾，有人已经猜出来了，是四川观察当时和李唐荣梅的一个采访啊，就已经出来了啊。对，行，就是这张，就是这张，就是这张。这张呢是在咱们的去年的11月14号啊，咱们放高一点，大家看一下，怎么样？看到了，看到了吗？看到了。对，11月14号，当时在采访的时候，当时你说了你的愿望是当什么？你的愿望是，别人问你想当明星吗？然后你当时给的愿望是什么？你四个字，要当什么？我，当时我没有愿望。没有愿望。对，我想。那女的说，那采访那个女的说，给我说你喜欢做什么？我说我喜欢骑马。然后她说，是不是想当赛马王子？然后我也有点尴尬，不敢说。对对，然后就当赛马王子了。没事没事，永远的赛马王子啊，永远的赛马王子。对。然后呢？咱们丁真也是咱们李唐的这个赛马的这个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将来要把咱们李唐的这个赛马的文化要
继续的发扬光大啊，传承下去啊，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可以到咱们礼堂来看一下赛马啊。好，这个是第二章了啊，咱们第三章。本来我有今天想办个赛马，但是那个疫情，没有办到，但是只能推迟了。对，但没事儿，就是咱们一定要就是疫情防控也是很重要的。赛马有，有一点点那个，有一点什么，有一点点问题。今年我七月份的时候，我那个开始想这个赛马，然后就又那又一级就没有赛到马，没有赛到，又现在又疫情，所以又没赛到。没事儿，后咱们下次再赛马，下次好吧？下次再赛马。咱们这一张有人猜到吗？我们这好像是在猜乐，我们只要猜对了，我们就转过去了。哎，他们猜到了，他们说他们已经猜到了，是死叉岛拍的，丁真的世界说的，是不是看到了？看得到吗？你们是不是看到了这个？那镜头在哪？镜头在这儿。镜头在这儿。对对对。对。是不是看到了？是不是看到了？对对，他们已经猜到了是这样的一个照片，这样一个照片。那现在我哪一个你们选？猜到的话。对，我们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惊喜送给大家的哦。行，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是当时他拍摄那个咱们的那个石川岛拍摄的那个《丁真的世界》是这个片儿来的啊。好，对对对，这个，你现在我要给你们选一个其他的，来，这是什么？呀，看不到吧？我看，看不到，看不到。这个是参加什么活动的一个照片呢？我已经给了提示了啊！加油啊！加油啊！双手合十，不是双手合十啊，不是双手合十啊。然后我看一下，你们有没有摸到规律啊？没有摸到规律啊，没有摸到规律，没有摸到规律啊。然后我帮你再看一下弹幕啊，抖音头像，抖音头像不是这个吧？然后还有，我看一下。这个，快点过去，对他们有人猜出来，联合国，厉害。这张喜欢吗？喜欢看一下，等一会儿那个，我看一下啊。当时我要问一下你啊，你参加这个当时紧张吗？紧张不紧张？担心不担心？害怕不害怕？第一，像我们去了采访的时候，我有点紧张。但是真正开始的时候，我去了那个台下。然后就觉得没什么紧张的，本来就我要上台的。对啊，本来就要上台的。对，没什么紧张的。然后那给我自己加油啊，然后就自己上去了是吧？没什么害怕的。没什么害怕的，没什么紧张，说错了，准备了，当时准备了多久？准备了一晚上。一晚上？对。准备了一晚上，他当时的演讲准备了一晚上就出来了，然后就上台了，不容易啊！加油，继续加油！到我这儿就永远只有加油的。还有采访的时候错了，不是。就一篇报道是吧？彩排是吧？彩排的时候我错了。现在我记不好，不是。没事没事，我也经常记不住刚才吃了什么东西。没事，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也是忘记吃了哪一顿，然后我又开始第二顿啊，有可能下午就吃了三顿。但没办法，再我选一个，再选一个。再选一个其他的，你猜啊？哦，应该是选这个。对对对，
这是什么？这张是？这张是横着的啊。横着的。大家猜一下是什么？大家猜一下是什么？这个有点难。哎，你不要不要漏黄了啊！不要漏黄了。到时候那个我看一下啊，那个，你就这样胖起来的。对对对，我就这样胖起来的。啊，不要露馅了啊！四川话漏黄了，漏馅黄漏黄是一样的啊。然后那个，这个是不是谋杀啊，不是藏戏啊，不是天下那个啊，也不是中餐厅啊，我看一下，家书，这是应该他们想，有人猜出来了，北京，是北京啊，北京哪里？北京哪里？嗯，你们猜一下北京哪里啊？猜呀，有的人猜出是天安门，不，这张不是，这张不是，虽然当时也去了啊，嗯，北京哪里？大家猜一下北京哪里？北京哪里呀？北京哪里？对，是北京。嗯，北京的哪里？北京的哪里啊？有的人还在说什么？还在，不是天安门，不是天安门，不是也不是天安门，不是天不是天安门，也不是故宫，是北京一个很出名的地方啊。中国哦，有人猜出来了，长城。来长城，你这就确实是长城了，给大家看一下吧。你们觉得这里面有几个人啊？照片里面一共有几个人？照片里面一共有几个人？啊？来，那个，我怎么感觉好像我是在那个啊？几个人？啊，我们给个选择题。三个。那、三个的、四个的、五个的，你们选几个？六个的、七个的、八个的、九个的、十个的。那我看一下，有的人说是我看三个人、两个人是的，他们说你是小机灵鬼啊，有的人猜出来四个人，有的人猜出四个人，对，看到没有？这个，看到没有？秃顶哥，我萝卜哥，眼镜哥，对，当时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当时我看是一月份还是二月份的时候去的吧，当时的时候、那个、特别特别冷的时候。北京冷还北京冷吗？北京冬天特别冷。冬天特别冷，对。那你们看我这里面，我穿了一个藏袍，里面穿了一个羽绒服，很长的，有一个大衣。大衣。到这里。啊、哦，那长的，挺长的。对，藏袍也挺厚的，哎，很瘦哦。那我问一下，你当时去参加那个？去北京，我们还去参加看升旗去了，对吧？几点钟起来的？不记得。一般起的都很早很早了，是吧？很早你难道你觉得会不会觉得那个看升旗会让自己早上起那么早那些？那有没有觉得麻烦？不麻烦是吧？没有。一直想去看升旗。对。为什么？因为我从来没。见过升国旗，所以你想看升国旗？对，因为以前我看的是学校里面看过。学校里面升过国旗，对，但是在那种天安门升国旗从来没见过。对，天安门是很出名的，但是我想去看一下。对对对，就我们当时的时候也是觉得，好像当时那个。咱们的朱庆姐姐当时不是邀请你去看那个升国旗吗？有印象吗？当时就去看升国旗。对，对，咱们有机会，咱们还去北京看一次，好不好？那其余的话，我要去夏天。夏天。对，冬天我不去。其实北京秋天也挺好的，听说。我们他说可以去看一下。本来就冬天我不去了，我觉得那天我。手机都拿不下，手机都拿不下，不太冻了，对吧？对，行，那个，反正我们到时候，如果要再去，我们还可以去故宫，啊，我们去看一下过去皇帝住的那些地方啊，挺有意思，挺有意思的。好，这个是咱们的北京之行，是个背影啊。好，我们现在再挑一个啊，再挑一个，这个，这个，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照片呢？啊，什么样的照片呢？什么样的照片呢？是一个，大家猜一下，
我看一下啊，我才不是，我在看你这个照片，就我应该看他们的屏幕上在怎么说。有人说北京欢迎你，还有人说让你到哈尔滨来，就去哈尔滨更惨了，肯定更冷了，要那越往北边越冷了。还有说自然笔记已经猜出来了，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拿了什么东西？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拿了什么样的东西？他已经确认是自然笔记，但是里面的哪一个场景？有人说是什么来着呢？有的这个呢是在那个一个河边，我已经给了提示了啊，应该是河边吧，水边啊，就水边，水边啊，对，有没有印象？然后一片绿色啊，一片绿色，水边一片绿色，有没有？他们都知道的。他们说绿色衣服，怎么可能是绿色衣服？有吗？你穿过绿色的衣服吗？绿色什么？灰色西装？不是，他穿的是，你求告诉了吗？那我直接告诉了。他们好像有人猜出来是内蒙古，刚。是内蒙古。对。但是，我刚刚问的是穿的什么样的衣服，然后就拿了什么东西。嗯，这个应该你们猜不到的。你们有人猜出来了，收音。衣服呢？衣服呢？衣服穿的是什么？白短袖是不是？不是白短袖啊，黑色长袍。你们的眼睛真的好尖哦！啊。你们眼睛好尖哦，拿的是个乐器，不是那个乐器啊，那个是收声的一个，收声的一个啊，收声器啊。当时你收了什么声音？水的声音。水的声音是吧？怎么样？以后要不要再去收点水？还想收点什么样的声音？嗯，还去看看吧。还再去看看是吧？好的。想着拿这个，来，猜一下这个。这个猜一下啊，这个猜的话，我们要这边太多了，然后这个还有这个，我们来猜一下，嗯，我看一下咱们猜的，咱们全部的可能读不完，但是我们可以挑选咱们重点的一些照片啊。嗯，马上我看一下，挡住了，快点走开。提示，这个提示呢是也是个第一次，第一次什么？第一次什么？嗯，然后也是在家乡拍的啊，第一次什么？对，不给他们看，对，不给他们看啊。然后我刚才需要的那个相片，猜到了吗？我上啊，我看一下，上舞台不是上舞台，赛马，不是第一次赛马，应该是那个什么，可以说赛马，第一次发抖音。应该算吧。对，第一次发抖音的时候。嗯。珍珠啊，你们一起。珍珠你们，珍珠你们一起拍的啊，放这儿。你看，看到了吗？珍珠今天好像洗澡澡了啊，洗妈妈。刷洗刷刷。洗刷刷。对。嗯。这个呢？这张是什么？这张是什么？我看一下，马上。这有一个，下一个是，不是跳脏戏啊，不是跳脏戏。我想想，你们猜到了吗？这个呢是很多人在，估计这上面应该有几十个人在，都在做什么呢？就是一个，你可以比个动作，给大家比个动作，然后猜一下怎么样？比个动作。让他们猜一下这个照片里面的场景是在做什么，他们就猜到了是吧？那就不能比了。
这样一说的话，他们应该能猜到了啊。好，你们之前要提示啊，要提示打雪仗，不是打雪仗。有人猜出来巡街，有人猜出来是巡街。对，巡街厉害，厉害啊！这个是在五一的时候，五一的时候马术巡游，当时你扛着那个国旗是吧？扛国旗，这对对对，是你。对对，你扛着国旗。对对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咱们礼堂呢是那个马术之乡赛马文化，咱们在我看春节、五一、八一、十一都有咱们的马术巡游，所以说呢就是欢迎大家如果说啊对咱们马术感兴趣的，咱们在八一的时候有年度赛，在八一之前有咱们的月赛，八一之后也有月赛。所以欢迎大家到时候来，可以来看我们的这个，等疫情结束啊，你现在来的话也挺麻烦的啊。疫情结束以后，到咱们的这个，到咱们礼堂来看看赛马的汉子啊，赛马的汉子啊。OK， 到时候高老师教你们骑马。我教什么骑马？我只会骑木马，好不好？小时候骑过。行，好。那个我们现在就开始下一张吧，下一张是这个，这两个可以一起说，你怕他们猜出来，可以来猜一下啊，这两个都是其实是同样的一个获得感，同样的一个获得感啊，我看一下他们是怎么说的，他们要让你教他们骑马，有机会的话可以我来教，听到没有，有机会的话他可以来教啊。西湖不是西湖啊，这个呢有给一点提示，这两张照片都跟那个我看不能说，有的人猜出来了，大使，旅游大使，什么大使啊，什么大使，什么大使？这两个是什么大使？不是你那个什么，女，我看，女大使，对，你们要说全名。咱们一般颁奖的时候都不会颁那个短短的，对吧？就是很长的一串的啊，这是什么啊？颁奖的时候。不会说，只说这是大使，有什么什么大使？你们根本讲，这里面有一个的四川旅游文化推广大使，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大使？啊？要说全称啊！我看生态环境保护大使啊，他们已经猜出来了啊！这边都是你说，我说的，怎么办？我对网友们太好了。现在这个是好了。嗯，这两个。这个哪一个？嗯，我们两个都什么都不熟。好，应该他们猜不到。我选一张。刚才是梦见仙门。这三种鞋子，来，也是个横着的啊！你要不要给提示？啥？我不要给。不要给。下一个。能猜到吗？能猜到吗？猜到吗？能猜到吗？哪呀？我看一下他们怎么说，有的人说是花开天下啊，不是不是，藏戏不是不是，托中，我看一下，有人在吃东西，不是我啊，吃东西可以，我来吃一个，对啊，你们怎么，谢谢 ，thank you， 不是时尚芭莎，也不是山谷音乐会，它不是一个活动，
倒不让我提示啊，你自己看。你唱歌的，不是？哎，你要不要给个提示？我估计也很难猜。应该是在很早以前的啊。对，在成都。这不说了。我没说啊，是你自己说的。嗯，这我自己说的。嗯，不能说这。嗯。他问你是不是录歌曲？这说的话，你们都是我猜到。嗯。来。他们说是篝火晚会，是不是？不可不是啊。成都哪去找篝火晚会？你告诉我。哥。哎。我看想想啊。我看。这个。对。行。有人猜出来是那个鬼屋。那不是啊。成都博物馆。不是啊。大熊猫。不是啊，估计很难猜。哎，有人真猜出来，不是我说的，上面说的，你自己看啊。别就说我说的啊，我刚看到了，好像有一个。说说啊，说说。有人说是游乐场，哎，这儿有人猜出来了。对，就这。这是滑雪，这是你第一次啊，第一次滑雪，对，好玩吗？还行，还行啊。这是冰雪运动啊，就是现在咱们都提倡冰雪运动啊，所以说，对，以后有机会咱们也还可以再去尝试一下冰雪的运动。今天啊，我们这边有这么多的照片，我们要不挑选几张送给咱们的朋友们。可以啊，你签名，然后送给他们。这是自己写的。剩下的你不给了吗？那这算了，剩下的给我。也可以，你自己看。选六张，我们。给我也签一个吧，这个中了啊，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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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张对不起，你到时候过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啊，对，你还记得我当时写的什么吗？新华字典，还有印象吗？你还记得吗？我的这个人，对对对，当时我看有几场都是这样。好的，那我们这个一个，两个，三个，先六个吗？六个，现在已经有四个了啊，我们再选两个。把六张给大家看一下吧。第一张是咱们的那个音乐节，音乐节，对，
音乐节你唱几首？两首歌。两首歌，怎么样？感觉如何？第一次上台的感觉？上台那个上演唱会的台啊？感觉还行。还行。一个是中餐厅。嗯，中餐厅啊，我记得你好像当时穿这个还跟旅拍还连了个线。对。啊，这是你跟连线的时候拍的。哦。女排连线的时候，我看刚才的时候提那个唱歌啊，我特别对这个印象还是很深刻。我觉得，咱们那个唱歌现在是我记得我都听到那个德吉啊，还有那个嘎真姐这些都听到了。那是不是现在有好像也有新歌要出来了？有，有吗？有，什么时候？今天下播的时候。哦，什么时候下播？你说什么时候下播？你考我，我怎么知道的？好，那个记住啊，今天晚上的时候会在某平台，到时候就会上我们的。今天晚上九点。九点啊，你怎么不要那么决绝啊？到时候还是十点来呢。好，我们下一个。这我也不清楚。这没事儿没事儿，反正你们今天晚上听歌入睡就可以了啊。对。然后好，下一个。这什么时候？出来是那个什么那个男人装杂志好像是。对，男人装的那个杂志。这个衣服怎么样？好看吗？还可以啊。一言难尽了。对对。好好好，那先放这儿吧。下一个，这个是你的，这个是干嘛的？这是我在学习的时候。这是咱们的学习的照片。学习永远在路上啊，就是要不停的通过学习啊。你看，我又老生常谈了，一天就在讲学习。来，下一个。下一个是录自认笔记的时候。这个是在哪个地方拍的呀？是林芝是吧？不是吧？不是。内蒙。我具体都不记得。你们觉得这个是哪里啊？德格好像是说的。德格。啊，在德格县拍的啊。好，咱们。这张是什么？这个也是。这是最早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在应该是《真正的世界》那个片里面的。对，嗯，你看当时的那个手，你现在作为个对比。好，我们的六张照片已经选完了啊，六张照片选完了之后呢，然后那个就是，我们今天就要，等会儿我们会签名，然后来。截图然后给他们发过，就是咱们到时候你们可以跟我们后台进行联系，我们会寄出这六张的照片。对。好，我们截图我们分两次吧，就不截六次了，这样大家时间都挺那个挺宝贵的，对吧？然后就你说一个词语，然后我们就截图了之后，然后就我们截两次，每次我们就三个人，我们就把它作为我们的那个签的话，那个我们下来就签的可以，没事的。嗯，好，我们先说一个词语，你觉得就说个什么词语好？说个打一个四个字，高老师帅。你这把我乐死了。不是不要吓我，真的是。我看一下，我们俩截图，我们俩来截图，我们来截图。送这张。送这张吗？对。好吧。高老师帅，第一个。妈，高老师帅是吧？对。好啊，马上他们没开始啊。来，三二一，开始。好，我们已经截图了。OK， 咱们就存储到照片，等一会儿下来再看啊。
好，我们的好下一个中餐厅的那个哦，中餐厅的照片啊。下一个是这个，你是准备一次一六次六张就抽六次是吧？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好，咱们的那个第二张是那个你准备让大家说什么打什么字？打。高老师，你截屏截完之后给大家看一下是谁。哦哦哦，然后把手机给到我们，我们给那个人发个信息是谁。okay. 对，好好，你们截完屏跟大家看一下第一个是谁，读一下他的那个昵称。哦哦，行，好，看一下，第一个是这个糖糖，糖糖啊，有个这样的糖糖啊，是水果糖的糖啊，糖糖啊，糖糖啊，哎，对对对，行，咱们开始，再开始下集。第二一个，第二个，让大家打什么字呢？打什么词？打。你看嘛，你要么说家乡的名字，要么说某个人的名字。或者你最喜欢吃什么？就是今天吃了什么？这个吗？可以吗？可以。嗯，打苹果。苹果两个字啊。苹果两个字。苹果两个字啊。对。然后就送哪一张？送这一张。对，啊，也是双手合十啊。嗯。好，苹果啊，苹果。来，开始。开始啊。三二一，开始。还没有人打出来。糌粑，牛肉包子。好，现在可以开始了啊！五四三二一，开始。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叫做平平四六八二啊，平平四六八二啊，平平四六八二啊。平平四六八二，好的，存储的照片啊，咱们到时候会跟他联系。好，这个是第二张了，咱们第三张。第三张是这个。学习的照片。学习的照片。等什么看？你看。好的，你先个。你先给我三，我要三个吧。嗯，你打三个，我先打三个。随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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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想，打个什么？这个我打，那我们就，那就打礼堂两个字吧，好吧？礼堂，礼堂啊，那么我们就开始打了啊，送这张学习的照片啊，五四三二幺，学习，怎么有那么多人打学习？这个是礼堂啊，打礼堂。礼堂，礼堂，两个字。好，马上啊，开始了啊，五四三二一。我们看一下啊，第一个打的叫珍珠啊，珍珠啊，说的珍珠啊，珍珠啊。哎呀。来下一个吧，剩下的干脆一起抽了吧，我觉得，好不？这样的话我们就三张一起啊。那打个什么字呢？打个什么啊？对，三个人，他们就都打一个词语，然后我们同时截屏，最前面的三个我们就把它就给他们弄了。然后这叫什么什么呢？嗯，弟弟在旁边叫起来，平错平错，那打平错，打平错两个字啊，平错两个字，那打平错两个字啊，因为平错有这个要求啊，这就是弟弟的愿望，弟弟的愿望啊，我们这次一次性说出三张啊，对，嗯，一次性说出三张啊，那那个就是打平错，你们知道平错的平错的那个知道怎么写吗？开始了吗？开始了，还有些打的人是卡。
你是打你的名字？平座，平座啊，打平座两个字，弟弟的名字。好的，我们一次性三个啊，五四三二一。好，第一个叫放牛的梅花鹿，第二个叫 lucky。Lucky 幸运的意思啊，碗第三个叫碗里的肉坨坨啊，碗里的肉坨坨啊，这个名字起得很有意思啊，碗里的肉坨坨，恭喜你们啊，恭喜你们。好，我们一下子我们的照片就这六张啊，大家到时候可以看一下，可以看一下，一个，两个。三个，嗯，你们怎么从后面拉出来？五个，还有呢？六个啊、嗯，没有了。七个，哪有七个？笑死人了。嗯，啊、好，那个我们就把照片就先收一下吧，好吧？收照片收一下，就放在这。嗯，好，那个。啊，我放在这儿，然后我们简单的那个，简单的我们聊两句好不好？可以。嗯，那个就是一年了，有什么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嗯，最大的收获是我去到了很多地方。嗯。看到了很多美景，美景，对，还有我学到了汉语，还有普通话很多很多是吧？汉语、嗯、普通话，嗯，学到了，还有，嗯，交到了很多朋友，交到了很多朋友是吧？嗯，这一年我也特别开心，嗯，真的。真的很开心，对，真的很开心。也有点累吧，我觉得。其实，那你这一年当中，你觉得有没有人需要感谢的？有时候有点累。累是吧？对。这一年里有感谢的人是，首先要感谢什么呀？首先要感谢这个时代。时代？对。我来到了这里，嗯，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嗯。第二，感谢了我的父母，对、嗯、对，他们让我长大，嗯，感谢他们，嗯。第三，感谢我的团队们，嗯，他们也太辛苦了，就是给我一起这一年里他们也很累，感谢他们，对。这一年里他们陪我，嗯，谢谢他们，对对。其实还有感谢我的网友们，网友们，嗯，对，嗯，他们陪伴了我，这一年里一直以来他们支持我，帮助我，谢谢他们，谢谢，对，还有帮助我的家乡，对对，谢谢他们，谢谢他们啊。那个，嗯，是，祝，希望他们你有什么样的愿望，就是祝福他们的那些有没有？对咱们的网友们，就刚才问了舅舅，现在你问到你自己了，你自己是怎么样希望的？就是希望大家都怎么样？我自己的希望是大家开开心心，嗯，快快乐乐，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嗯嗯，出去的时候戴好口罩，对，戴好口罩，拿瓶消毒液。嗯，那最主要的是身体，保护身体。对对对对。那你自己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愿望？对自己，我自己的愿望是，你会怎么样做呢？之后你今后下一步打算是怎么样？下一步打算是。要努力学习，嗯，努力学习，对，努力学习，努力加油，努力加油，嗯，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努力，对，努力下去，
那个，你这几天，你一年前啊，然后又这几天又回来，然后你觉得家乡有什么变化？我们礼堂、燃日卡这些有什么样的变化没有？家乡的变化，这一年的变化是，现在游客也越来越多了，然后村，比如下这座村的话，他们都要开启了民宿，还有，他们也小伙伴们现在网上买东西啊，卖松茸、卖松草、卖松草啊这些的，对，电子商务，现在我们的那像那些就是，像那些刚才我们说的，就是，信啊，那个听见我们的那个水啊之类的，电啊、路啊、网啊，这些都是越来越好，对，越来越好。其实啊，这些都是怎么说来着呢？就是咱们现在确实，今天说了，感谢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其实也就是咱们现在是生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啊，咱们现在啊。我们党和国家开始做着脱贫攻坚啊，然后已经结束了，我们已经脱贫了，现在是在面向这个乡村振兴啊，所以说乡村振兴就是乡村越来越好，对啊，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发展，大老百姓越来越富裕啊，就不光是脱贫那么简单，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好，希望到时候丁真也跟着家乡也越来越好，对，对吧？家乡越来越好，家乡越来越好，你也越来越好，好吗？你也越来越好，我也越来越好。对，我想减肥，所以我减肥成功啊。这个，那祝你减肥成功。谢谢谢谢。好，我们刚才是寒暄了一下，其实这个也是狄真他想告诉咱们所有的人啊，就是这是他自己的心里话，真的啊。谢好，我们现在开始一个就是下一个环节吧。来喝个水，晕一下。马上我看今年11月11号，对，今天可能很多人都要去买东西，不知道你去买过没有？然后马上你看11月完了，又12月，就近一年就快到头了，又没有了，马上又要到春节了。对，到时候春节的话又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好，我们下一课环节啊，要总是在 Q 吃的啊，你看我就很奇怪了。我觉得你减肥有点难，你嘴里一直在说吃吃。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我还是在控制碳水啊，我在控制碳水啊，减碳水啊。然后我们下一个环节的话，就是我们一个有很多的。你的网友没啊，其实是网友们啊，就是我们网友们，你知道怎么来的吧？网友没是怎么来的，知道的。然后那个没事，其实就是网友们，因为我们其实，在那个有很多很多的人，其实他们都通过你了解到家乡，也了解到你这个人啊，就是人很好，所以很多人他们都有自己的话想告诉你，很多人都有自己的话想告诉你。所以呢，就是，我们选择了其中的一两篇，然后来跟你读一下。可以啊，可以。我先来读吧，好吧。真真你好，不知不觉你已经陪伴我们一周年了。在这一年里，你用你那阳光明媚的笑容，温暖治愈着我。你就像一个远方的亲人一样，让我时刻为你牵挂着。我向往你的世界，那是我从未到过的净土，很想去你生长的地方，可因为疫情的原因一直没有成行，但是在梦里已经去了很多次。以下是我对你的赞美和美好的祝愿。你是清风明月，你是晨间雨露，你是星辰大海，你是碧海蓝天，你是至诚野性的康巴汉子，也是温暖治愈的阳光男孩，你是雪域高原走来的精灵，也是我一眼万年的初见。所谓一眼万年，不是
看一眼就喜欢上你，而是看你一眼就再也没能把你忘记。你经历过生活的苦难，却用最温暖的笑容治愈人间。日子每天都在改变，不变的是我会喜欢你很多很多年。其实我也不确定你在我心里可以待几年，只因为我不确定生命的终点。喜欢你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愿我喜欢的你和你所热爱的家乡都越来越好。真真拿出拉嘎。哎呀，好感动啊。谢谢是吧。好，我们再看一篇啊，先选一篇。其实啊，马上我看一下。这个吧，这个朋友他写的啊，这是我和李唐和夏泽通相遇的故事，和真真相遇的故事。那要从去年看到丁真的世界开始，第一次被屏幕中看到的一个陌生人震撼。他站在雪山脚下，高高的扬起手中的龙胆，五彩的龙胆在风中飞扬。那个时候，我就被他身后的风景所吸引。这一年中，我对藏族的文化兴趣越来越浓厚。曾经在我心目中，川西是个陌生的地方，想象中的藏族也是神秘的、遥远的。而第一次，我心里产生了亲近的想法，我想去了解，想亲身感受那里的风景，想去看看李唐，想去看看夏泽通，想去看看格聂之眼，想去看看格聂雪山。远方有了具体的名字和目标，于是今年的七月，我鼓起勇气一个人踏上了旅途，心中有忐忑。可是我和我在网上认识的画手和剪辑手王友梅相遇了，我们一见如故，一起看了赛马节巡街，一起骑马去了格列之眼。我把风景留在了相机里、眼里和心里。我想了解他生活的地方是另一种相遇的方式，而爱上了他生活的地方，也许是因为我本就心向往之。他不认识我，但是我很高兴这一年我认识了他，认识了李唐，也认识了那么多可爱的朋友啊。真的写得很真切。对，他们都是说通过你，然后大家了解到了这样一个地方，了解了咱们高原上的一群可爱的人。谢谢。真的很谢谢大家啊，对于咱们丁真的喜爱啊，就是我们也感觉到那个特别的好，特别的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像平时你会刷抖音看那些吗？或者说刷别人的抖音，或者说看到别人对你说的话那些歌听了吗？有时候看到，有时候看到是吧？其实没什么的，就是大家表达对你这种喜欢啊，其实我觉得很正常啊，很正常啊。也谢谢大家一年以来的陪伴，一年以来的陪伴。我们之后啊，咱们的丁真也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有自己的发展。这个是我个人也相信，我相信很多人都相信啊。好，谢谢。好，我们今天是你怎么说来的呢？就是你应该叫出道，有时候叫出道，有时候叫走红，有时候叫是什么什么啊，反正就是一年了。我们就不管那么多，就是一年了，一年了啊。然后你的身边的一些经常在一起的小伙伴们、朋友们，他们都有一些想对你有所表示啊。好好好，我们现在欢迎我们丁真的团队啊，小伙伴们，大家啊。他们要给你一个惊喜。他们呢？马上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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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哎，你干嘛？哎，你看谁来了？先个哈达啊！丁真代表所有的团队的谢谢。这是整个团队大家对你的一个心意，一个纪念品，就是希望你。把自己的饭碗找好，送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碗，你自己就看看，自己打开看，开箱，开箱，
就是大家团队对你的一个祝福，啊，特别的漂亮，这个木头，你看，嗯，啊，特别的漂亮，这个大家团队对你的一个祝福，最希望的是你越来越好，啊，越走越往上，越来越好啊，就这是所有团队，因为。防御期间团队所有的人不便于来对你说一个祝福，所以说你代表了，我代表所有的人对你的祝福。这个团队不管是谁人离开谁人进来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他会一直会去关注你，一直会在你的后面去支持你，永远是你的最坚强的后盾。谢谢。好，还有一个要可能给大家一个说的，那个冰真的今天有个新歌是在网易云发布，那么他还有剩的四首歌，本来是很快就要发布，但是由于疫情的这个原因呢，就可能录播的时间就推迟了，因为成都的疫情比较严重，录播，所以说也请所有的网友所有的这个。喜欢他的人谅解往后可能要推迟一下，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啊，感谢啊，那就祝我们的真真越来越好，谢谢啊。刚才送了我看两个银碗啊，挺好的，这个也是代表了大家对你的一个祝福，然后有一个，你也有什么一个东西送你们。来，这是送你们哥老师的。哎呦，你看我真是，我就挺不好意思的。这个你应该陪我，陪我教我学习，我真很惭愧，真的，谢谢。谢谢我能打开看看吗？可以啊，可以打开。我看看真真给我们的一个衣服，这个衣服是我的收藏版哦，以后就是收藏了。我有点胖哦，你是小虎哥的身材。好的，非常感谢啊。其他的团队的东西就我帮他们代理。好吧啊，我会明天你再给他们说祝福的语言，好不好？可以。好，今天谢谢，感谢你。好，我那就一起吧，叫他交给我，就一起交给我。那就辛苦张总监。好，谢谢我们的真真，我代表所有的团队人员对你表示感谢。你看花了这么多，给大家表示的这个谢意。所以说大家都对你的这个心意也是一样的，希望都是感动啊，一年的时间都非常的感动，也是走过了很多艰辛的这个过程，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坚持住啊，你要坚持住，一定要往上冲，你说的往前走啊，好，谢谢大家，谢谢，满满的感动啊。压力就是动力啊，永远都是这样。好，我们那个下一个的话就是最后的话就是希望就是那个咱们，我也希望你越来越好，加油。有需要用得到我们的时候叫一声，没问题。相信所有的团队的人都是一样的。好，那个下面的话我们把时间就留给你。让你和咱们的网友们也好，网友们也好，你来跟他们最后总还是要这样的。这个没什么，我去那边看牛肉去了。